由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甲义气分局所举办义气趣桃城全家来看剧走水山的活动，二十二号在东湖国际盛大登场。活动特别邀请到阿里山制作逐鹿剧场到场来演出，吸引济济民众带着出来的囡仔到场来欣赏。南区国税局甲义气分局希望透过这场戏出，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电子发票，嘛了解到电子发票的好处，做伙响应。环保英雄爱地球，为让民众了解分段发票的好处，由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界市分局举办的“一起去桃城，全家来看剧”租税宣导活动，第二号在东湖国际盛大登场，现场拥了900位的民众，朝着海东到场参加。现场邀请阿里山组组的逐鹿剧团到场演出，赢得满场掌声。南区国税局界市分局分局长黄昭月表示，以往发票拢是提实体较济，你现在慢慢朝向正零目标迈进，特别举办活动，让民众多加了解电子发票所带来的好处。这一次啊，特别邀请周主表演艺术团，借由他们的一个戏剧的表演，然后可以以舞蹈以及音乐的方式来呈现周主文化的美，那更进一步也可以体会到使用云端发票的。希望可以用这样子一个结合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使用载具纯云端全程的一个无纸化，让我们的一个地球可以更美好。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我们台湾力拼2050年的净零排放，商家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主动去辅导商家要主动的开立云端发票，以扩大减碳的一个效率，达到企业永续发展。那至于在民众的部分的话，我们财政部也增加了一个专属云端发票的奖项，鼓励民众刷载具存发票全程无纸化。该市副市长林瑞燕也特别到场观赏，并表示目前购物节也在进行中，活动到10月10号为止，也欢迎民众踊跃消费使用云端发票，买愈多得奖机会愈大。你说是今天收发票呢？把高你爱用享受呢？你爱用？用载具，用云端发票，安尼呢，会当来登录啊，就可以来登录我们的购物节的抽奖，500块呢，就有一个抽奖机会，周周抽1元，我们在10月12还16号呢，最后一场呢，会抽出100万汽车跟100万现金，今麦呢，大家都大努力的吼，今麦够有机会，够参加的机会。到10月10号截止，我希望呢，大家共同来努力。那想重要呢，就是我们收取的发票，那主要是可以收取这些税的部分呢，来支援我们国家的建设。当然啦，这些部分到中央去呢，中央来挂挂来做我的统筹分配税款啦，这呢，我想呢，这嘛是呢，对地有帮助的。一起去桃城，全家来看剧租税宣导活动，特别邀请阿里山周族逐鹿剧团到场演出。演出的节目是《复仇的山猪》，精彩表演让大人囡仔拢陷入剧情内。而南区国税局界市分局希望借活动，让更多人加入电子发票的行列，也欢迎民众朝向无纸化的生活迈进，共同尽一份心力维护地球。新闻台民界市采访报道。之言无，有影真够。